早安。你的书。我先走了。来都来了，不上去坐会儿？不了，我还有事。什么事儿这么忙？安宁，其实昨天的那只玫瑰花，我是送给顾小满的。走了。不要走。我们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？可是你知道的，我喜欢你，我一直都喜欢你。可我喜欢的是顾小满。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会不喜欢我啊？喜欢一个人需要理由吗？可是就算不是我，也不能是他。过去的那件事我们都知道，是因为顾小满我才想走出来的，为自己一个人活。对你，我永远只有愧疚。但你不觉得你这样对我来说特别不公平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正是因为这件事才是你想逃避我的原因？昨晚你忘了吗？你想要走出来为自己活一次，我是最支持你的那个人。那你能不能就把我当作是我自己，重新的去审视一下我们的感情？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不相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的。我从头到尾喜欢的人只有顾小满一个，他可能没有那样的优秀，有这样那样的缺点，而且说实话，她没有你漂亮，可是我心里就只有她一个人。我现在才知道，一个人的心装满一个人之后，其他人就再也住不进来了。对不起。不要走，我求求你。我可以收回我以前说的那些话，我不要我的骄傲了，你知道的，我从小到大没有求过任何人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为了你，我可以低到尘埃里。我求你，不要离开我。对不起。